在水会打台球是什么样的体验？来，这黑板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还有谁？我要挑战他。没有，我们就一起打。Nope。哦，这个就叫专业。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啊！现在该我了。你跟心碎战队是什么？还是要打一号啊？那你得打红带，那个属于打队，你只有打这个红带的。这才是真正的招式啊！好小子，有两下子。哇，这么大力！俺是耿片的。你有病。